我们的呼吸同一个空气，脚踏的是同一片的大地，这都是呢我们要珍惜。时日已过，命亦随减，我们在这样的每一年呐、的第一天，人人呐、都有这样的心愿，但愿呢未来的这一年，日日都要平安，都要幸福。各位菩萨，新年头的开始，还是呢期待人人灵山法会永恒，但是呢都开头在那样的分秒的一念心空间，从很狭小的空间不断的开阔，那从分秒的最短的时间不断的延长，现在已经呢半世纪过去了，已经五十多年了，还要绵绵延长。迎接农历。